神好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。亲手来叫我的对不对？就是我今天来这里是唱这首歌是要献给妈妈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其实可能我在想，你到底是因为感触来了，还是怎样？因为今天这首歌里面，你有几个地方，比如说前面第一首呢，亲手的叫我的，他后边是自由版的嘛，哈、哦、啊，可能那个拍子已经过了，哎、啊，都自由版的叫做自由嘛，就没有关系的，在慢慢。叫叫我，你现在跟你后面唱不下去，你就过去了，叫我就叫你啊，你哦，哎呦，后面就做个紧张去。那我知道你这首歌是要送给妈妈的，对，送给我天上的妈妈。嗯，妈妈在你19岁的时候，她就离开你。对，就是已经她离开我3年了。3年了，所以3年时间不短，但也不长。对失去亲人的人来讲，3年算一个不长的时间，所以还是会常想到妈妈。其实我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看到，因为听说妈妈是被车祸，酒醉驾驶的驾驶人给撞死的。就是她妈妈要回来的路途当中就酒驾、嗯、然后就撞到妈妈，然后我到时候要去看到她的时候他就走了，所以他没有等到最后跟他求人来，哎，你说妈妈还要给你交代两句才走，并没有这样，没有，所以都没有只字片语留下来，没有。所以因为妈妈没有想要走，他这辈子他还有很多的责任想把你们照顾好，所以临时照有很多我来不及安排的事情，包括他自己的东西没收、啊、自己有很多未来要做的事情没做没交代到，这些后来你们都怎么办？其实妈妈当然有她的心愿在，那也希望说我们过得好，只是说我很可惜的就是说，因为妈妈生前那时候身体不好，她就跟我说其实她很想看到我们成功，可是因为她那一句话，我就很努力去打拼我的工作，可是当我想要认真的时候，然后她就走了，所以有很多的遗憾。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？哦，我是在做造型师。造型师，所以你其实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好，而且你的歌声是很棒的。你唱秀兰玛雅的歌是非常适合的。太紧张了，真的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相信你的心意哈、哦，妈妈在天之灵都看到了。对，他会保佑你。就是我今天来很想，就是最主要的也是想看冰冰姐。我像妈妈一样，因为我知道冰冰姐也跟我们一样都失去那种痛、失去亲人，所以我那时候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冰冰姐、我就很心疼。所以我也觉得今天就想要来抱抱。其实今天冰冰姐看到你也是很心疼。我讲真的，其实我在看到你的资料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我要如何给这个小女生给她一个拥抱跟安慰啊、很多事情我们碰到了，很不能接受，但已经是这样了。现在只有唯一的让我们天上的亲人知道我们过得很好，也很重要。啊，头一个出来唱，我大家都在流鼻塞呀，真的很感动哈、哦。所以告诉所有的妈妈们。
有这么好的女儿都要珍惜，跟孩子说话有些不用太重，那给所有的年轻人也要好好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，对爸爸妈妈都要更孝顺啊，更珍惜。好，那我们要请黄建明老师来给我们做个讲评。好好，这个身为一个写歌的人，我必须要讲说歌的力量很大，他有时候给你一些安慰，有时候是给你生命的动力。嗯，那我从这个周小姐身上有看到这一点。嗯，那回归到我们唱歌的本质哈，这个歌是男歌女唱，就是男生的歌，女生的唱。对，那秀兰玛雅把她整个唱法都颠覆了，她用 RMB 的唱法来表现，对不对？刚冰冰姐有讲到一个很重要，叫主游伴，就自由伴。你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就跟冰冰姐讲的一样，什么叫自由版？反正呢，乐师会跟着你，嗯，就是你要把你的情绪完全释放出来，嗯，这样来唱。如果你带了很紧张的心情，这个歌 RMB 的味道会跑掉，嗯，原来这个歌要表现的情绪你也会不见了，就失去唱这个歌的意义了嘛，对不对？齁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好，我们来看。